你这个是还是照顾人家行吗？翻左掌，先退左脚，再移重心刺按，第一个要扣右脚，闪掌，眼睛看两手，再沉转回来翻右掌屈手，再直退右脚，先直退，先不要移重心，再移重心刺按，闪掌，沉转。直退，移重心，刺，按，再沉，画圆，收脚和抱上步，踩下去，再移重心，左手下，右手上，移到位了以后，再扣脚，右斜飞，到这边嘛，再沉右胯，沉右胯，收左脚，上左脚和抱，移重心，上下列手。后脚转正，再转正的时候再转收右脚合抱，再正东移重心，上下列手，右转转转转到正南，再转开左脚合抱，再正西移重心，上下列手，左转转再转收脚合抱，再正东移重心，上下列手，右转转转，双手朝自己，再转的时候开左脚合抱，再正膝移重心，上下立手，左转再转再转，上右脚合抱，移重心往下荡上来，右勾手，左捧手，捻左脚，上左脚移重心，扣脚单边翻掌，中层按掌，再沉开右脚，沉移，左手放松下来，扣左脚，下四穿掌开左脚，右手勾手在这边，啊，这边单手的单边按，单边下四在这边哈，到这里接单边下四哈，移重心往下荡起来，勾手，左拱手，拧左脚，上左脚，移重心。扣脚单边按掌，沉开右脚，再沉移，左手放下来，扣左脚，下四穿掌。接下一招，移重心，勾手开始松掉，好，扣脚，搭手，勾手这边放松掉，起身，金鸡独立一，啊，退右脚，右手放松一点点。移重心，再放松一点点，沉，扣左脚，起身金鸡独立二，右手往下按掌，左手往上挑掌起来，金鸡独立二，啊，都对，好，然后这边金鸡独立两下，右脚的金鸡独立跟左脚的金鸡独立两种哈，那这边在刚刚在讲的时候呢，下次穿掌到到这里对。接下来叫金鸡独立哈，移重心的时候，这边勾手就要放了，那勾手一放，往这边走，这样走哈，走穿，勾手放到这边，扣脚完全松掉，勾手到这边，所以左手一个翻掌压按掌，那就接起身金鸡独立，所以这边左手往下压，右手往上伸，这边挑掌，这边按掌，起来到这边刚好定位，来落右脚。右手要放一点点，移重心再放一点点。好，沉，这边扣脚是因为这边沉，转正，再起身，所以这边的扣脚是这边沉下来，再起身，金鸡独立，二，好，然后再退左脚，右手搭起来，移重心，右手探出去，扣脚下捋，荡起来。右脚找一个新的点，在正东合手，沉右转往右前方，分手分脚，再收回来，搭手，来落步，移重心往正东放出去，再扣左脚下捋，扣左脚下捋，荡起来合手，左脚往左前方合手，左脚往左前方啊，右手左手在正东的方向合手。再沉往左前方沉，
要分脚的方向，沉，分手分脚。好，那这边分手分脚，我讲一下这个手势哈，昨天没有讲哦。放松为原则哈，退左脚，右手搭起来，移重心，右手往前探展，扣脚下扭，连续荡起来，右脚找一个新的点，然后沉往右前方，分手分脚。好，那刚刚讲过了，这个分。你不要就这样分，或是这样分哈。分的时候，左手架，右手往前劈，右手好像一把刀往前劈，左手往上架，一个盾牌往上架。三点刚好同时到，收回来。那这边落步，移重心是一个探掌。好，收脚下捋，扣脚，扣脚下捋。你到这边荡起来，上左脚。合手到这边，合手沉往这个斜方向，一沉往这个斜方向转，本来是合手的时候往正东，一沉左转，分手分脚，分手分脚。好，所以这边有个架，这边劈架，啊，这边有一个这个感觉要垫出来，啊，那分手分脚你是直接起来，或者是提膝分。我是提膝分，啊，有两种的打法都可以，都可以打。那我们是现在目前先打直接分，啊，这边直接分，哦，直接就提起来分，好吧？那我打连续的，不要停顿的啦。一撑开，二撑里，三撑转，四撑下，四穿上。重心后掌掌正，收成下压起身，经济独立一。我们沉落，移重心，沉后起，经济独立二。再沉右胯落，再移重心探掌，这边沉后脚荡起来，来个新的点，沉右边等。分手分脚，收回来，再沉落，移重心，再沉，扣左脚，上左脚，合，再沉，分手分脚。好，到这边好。那他连续动作，你就要去经过那些动作，那你要很熟悉的一直练，练你以后你才不会去你这边。还不会怪怪的，你在分解的时候这边不要掉，一般都会这样子，会就掉了哈，这边就要掉了，会掉在这边，你还不晓得，所以我们要分开练，一、二、三还在这边，四还在这边，还在这边，啊这边怎么变哪呢？放松放松，啊这边怎么变哪呢哈？放松放松，起，慢慢放。上右下，后脚转正，完全松开来。那完全松开来，这个掌不要变成这样子，这样没有松开来，完全松开来。在这边沉，沉着，沉起，那沉起还是这么高，再起来，再起来，再起来，经济独立。啊，再沉，往这边沉，退，再沉，移。沉扣脚起身经济独立，这边拉起来，好，然后在落下来的时候一样，从这边沉落，移重心探掌出去，沉扣脚下站起来，右脚找一个新的点分，啊，所以你在分的时候你不要随便放哦，不是随便放哦，一架。把这边劈架，劈架，合进来，落步，探掌，后脚下捋，捋完了，上步合手，这边哈，注意，沉，往左前方沉，这边劈，这边架，劈架，劈，好，分手分脚。